上回书说,说到，谢晋跟他父亲上街上买豆子，这一道上啊，他张嘴就说顺口辙。谢开不爱听，往后啊，你少说这顺口辙啊，去帮你妈干这活。是喽。谢晋赶紧拿起笤帚簸箕，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就把鸡笼挪过来了，把罩子打开了，让公鸡、母鸡、小鸡儿都出来放风。 活干完了，小谢晋心里高兴，不由得又脱口而出，这腔调又拿出来了：“净扫堂前地，轻挪照内机。”谢开在屋里听见了，这个气呀，两步就跑出来了：“谢晋哪、啊，我刚才说你什么来了啊？你怎么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？我不让你念诗，你怎么又念起诗来了？” 谢晋是个孩子，他当然不服气，小嘴一撅，哼、嗯，分明是说话又到我吟诗。好，这下又凑上两句，正好四句，这首五言诗凑齐了。眼看大年三十了，家家户户都贴新春联儿，老谢呀就跟小谢说：“儿啊，咱们家的春联儿也该换换了，你去求求你们学馆的老师。” 老师挺喜欢你的。如果老师不在呀，你就花上点润笔的钱，到街上求着写字的先生给咱们的豆腐房啊写一副新春联爹，这么点事儿还麻烦人家？孩儿我就能写。你能写，您瞧着呀。谢晋到了屋中，取出文房四宝，研好了墨，裁开红纸，提起笔来写什么呢？ 这旧的门帘儿，老俗词儿，我不愿意用。嗯，到门口看看。谢晋到门口瞧了瞧，哎，正好看见对面。他们家的斜对门呢是曹尚书的府，八字墙的左边是曹尚书他们家的竹园，葱葱翠竹冒出墙头，密匝匝的一片。嗯。 谢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：“我呀，出个新词儿，来个借景儿。”回到屋中，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副对联儿，写的是“门对千竿竹，家藏万卷书”。横批呢是四个大字“大块文章”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别瞧我们家是卖豆腐的，我们家呢也有读书的人。他写好了。 把这幅对联贴在豆腐房的门上，嘿，可惹事儿了。对面啊，住着这位曹尚书，是朝中的大人物。当年他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是朱元璋手下一员大将，立过赫赫战功，晋爵宣宁侯。那年进军四川，路过江西，他在吉水就买下这套宅子。 现在这位曹尚书已然到了耄耋之年，没什么要紧事儿。皇上啊，就许他不上朝了。他呢，就到这吉水这儿常住了。这位曹尚书平时呢，就喜欢舞文弄墨，吟个诗啊，对个对子呀、啊，打个灯虎啊，破个灯谜呀、啊。哎，他特别喜欢。今天看朋友回来，一下这轿子。 就发现对面豆腐房贴出一副醒目的新春联儿。嗯，他看完这副对子，他一歪一头，管家，对门还是卖豆腐老谢他们家吗？管家曹宝赶紧过来了，没错啊，就是他们家呀。昨天咱们还买他不少豆腐呢。我问你，他们家？ 有读书人吗？是不是原来他们家是书香门第，到现在败落了？嗨，老爷，老谢他们家八辈子也没出了一个认字儿的。他有个儿子叫谢晋，顶多十岁，私塾还没念完呢。即使这样，他怎么敢贴这副对子呢？门对千竿竹，家藏万卷书。 我看呐、啊，是借着咱们家的竹园吹吹也就罢了。他铺子里只有大块的豆腐，横批偏写大块文章。曹宝啊，我可瞧着这幅对子别扭，瞧着碍眼，给我撕下来。是。这曹宝过去伸手要撕，这曹尚书一想不对呀、啊，曹宝，你给我回来！哎。 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撕人家对子不好，咱们要把人家家贴着新对子给撕了，人家准得说我仗官事，欺压百姓。得了，谁让咱们家这种着竹子呢？费点事儿，你呀带着家人把这竹子上段都给我削了，千万不能露出墙头来。他们家这幅对子就不贴切了。 自己就给撕下来了，老爷，这么好的竹子要把尖儿都给削了，多可惜呀！我教你削就得削，少废话。哎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曹宝带着几个家人就把这些竹子帽全都削光了，往墙外头扔了一地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这曹尚书啊还惦记这件事儿呢。曹宝啊，老爷，看看去。 对门那幅对子撕了没有？好，您候着。曹宝撒腿就跑，一会儿回来了。老爷，那幅对子不但没撕，一边还长出一字来。什么字儿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他这上联啊，长出一字来，长的是短字儿。门对千竿竹短，下联也长出一字来。 写的是家藏万卷书长，嘿，曹尚书一想，得了，这也怪我做事不彻底。我这竹子一削短了，它还是竹子呀。人家写的对呀，门对千竿竹短。哎，他们家对门还是我的竹子。曹宝啊，这回啊，你带着撬带着镐。 带着几个人把这竹子呀连根给我刨了，哼！我看他这副对子撕不撕？曹宝这回不劝了，赶紧带着几个家人把这竹子全都刨了，往墙外头一扔。这倒不错，满园的竹子全给卸开他们家豆腐房当柴火烧了。又过一宿了，还没等曹老爷问呢，这曹宝。 就报信儿来了，老爷，对门那副对子又加长了。你说说，他又加的什么字儿？嗯，他上联写的是“门对千根竹短无”，下联是“家藏万卷书长有”。嘿，曹尚书一听气坏了，我竹子都没了，你还对什么呀？诚心跟我为仇作对。曹宝，老爷去。 到豆腐坊传我的话，查查这幅对子是谁写的，把他给我拿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哎，曹宝赶紧来到谢开的豆腐坊。您想想，斜对门街坊老上这买豆腐来，能不认识吗？曹宝跟掌柜的谢开可以说是老相识了。一进门，曹宝怎么敢张嘴就说拿人呢？ 我说：“谢掌柜呀，不知道你们家求谁写的对子？说门对千竿竹，家藏万卷书，把我们家老爷可气坏了。老爷一生气，没问你们，把一座好好的竹园都给刨了。我问问你，老谢，你们家没人字儿的，你儿子刚十岁，你们家真有万卷书吗？你们对面的千竿竹都没了。” 你这对联还不敢撕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我往出蹦，往出长，你这不是成心怄气吗？我们家老爷可让你把写对子这人给我交出来，跟我走一趟呢、啊。这老谢开心说：“我这儿子指不定弄的什么事儿呢。”谢开只能赔不是吧？管家，您知道我大字不识，写什么对子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事儿啊，准是犬子谢晋干的。您等着。 我呀，让他去给曹尚书、曹大人赔罪。您在旁边多给美言几句吧。谢晋，谢晋呢？谢晋出来了。爹，什么事啊？老谢开当人家数了儿子。谢晋听明白了，看了看曹宝，您就是曹府的奴才曹宝吧？啊，曹宝心说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小相公，你认识我？ 我认识您，我说你们家老爷为写对子的事儿要传我过府问话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，他的官再大，他是京官，他管不到我谢公子的头上。我呀是他们对门的街坊，他想找我聊聊，那得下请帖，我想去才去呢。曹宝心说行，好,好，好,好，好，好。 谢大官人，我就照您的话去回话去，告辞。这谢开急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眼瞧着曹宝走了，哎呀，儿啊，你是给我招事儿了！谢金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曹宝拿着一个拜匣过来了，公子，我家老爷可夸您知书达理呢，命我下一个请字。 这是拜匣，请您收下吧。小谢晋接过来，取出红帖，一看上边写的什么尚书啊、宣宁侯啊，哎呦，几排的头衔接着写的是什么呢？是生曹宝人拜请公子谢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谢晋看完这红帖了，啪就给放到拜匣里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曹宝，你把这拜匣送回去。 就说这事儿我知道了，稍后过府。谢大官人，您要不把拜霞收下，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？好交代，你回去就说我谢晋说的。我一个小孩子家家的，怎么敢收下曹侯爷的拜霞呀？我要收了，就是以小犯上啊！按律得问个充军发配。哼，我可不敢收。哎呦！ 这曹宝一听，这孩子刚十岁，怎么什么都懂啊？老爷让我送拜匣给他，他要接了，还真是这罪过啊！以小犯上，嘿，他明白，我们老爷是枉费心机了。曹宝走了，这谢开一边唠叨着，一边翻箱子。 既然到曹尚书家中，得穿点好的呀。找了半天，给儿子找出一套压箱底儿的衣服：一件长绿袍，一条绿裤子，一个淡绿色的软帽子。虽然尺寸大点儿呢，凑合着能穿上。谢晋穿戴整齐了，抄起一把白纸扇摇摇摆,摆摆出了豆腐房，就奔了曹府了。到了曹府门前一看。 朱红色的府门关着，曹宝呢从侧门出来了，用手一指：“邵掌柜，里边请，您随我来。”曹宝刚说完这句话，没想到谢晋扭头回家。哎，曹宝赶紧过来拦住了：“您别走啊，我们家曹大人可在上房等着您呢。”谢晋没回头，一歪头，曹宝啊。 你们尚书府懂不懂得待客的礼节？你们家老爷既然下了请帖请我，就应该敞开大门，亲自出府迎客。他请客知心不成，我何必去招他不高兴呢？这曹宝两只眼睛瞧着谢金，这小孩可真不好惹呀！啊，对对对，我进去、啊、跟我们老爷回话，请您在这儿稍后片刻。 谢金站着，给曹宝一后急呢。曹宝马上来到上房，老爷，这位小客人可挑眼了。这小子到了门口不跟我进侧门，说了，既然老爷您下了请帖请他，就应该打开正门，您亲自出门迎接才是进客之礼。不然的话，他就不来，就回家了。把曹尚书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。 好娃娃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挑我的理！你刚要说你去把他给我锁来，把他给我抓来。曹尚书终究这么大岁数了，又一想不对呀，人家孩子没犯法呀，不就是在他们家门前贴了副春联你觉得碍眼，气得把你自个儿的竹园毁了，那是你自个儿愿意的。 碍着人家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曹尚书一想，这场笔墨官司只能文斗，不能武斗。哼，他能气我？小小的孩子，我比他多吃了好几十年的饭，我就不能气他吗？也搭着这位曹尚书闲着没事儿，曹宝啊，老爷，去把朱笔跟粉牌取来，我给他出一副对子。 我出上联啊，他要能对出下联来，我立刻出门迎接；他要对不上来呀、啊，你告诉他，就让他抱门而进。好，老爷，您这可是好主意。曹宝就取来朱笔粉牌，放在曹少书面前。这位尚书老爷提起笔来，就在牌子上写了一行字：“去吧。”曹宝接过来。 回到大门外，走到谢晋的身背后，谢公子，不是我家尚书老爷失礼，实在是我们府门曾经立下过一个规矩，什么规矩啊？凡是晚辈要拜见老爷的，老爷呢都得给他出个上联儿，他要能对出下联来，老爷一定亲自出门迎接。 如果这个晚辈要对不上来呀、啊，就请这位晚辈嘴里自报家门，随我进侧门而入。公子，您愿不愿意对这副对联儿啊？谢晋这时候转过身来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拿来我瞧瞧。曹宝往上一递，谢晋接过来粉牌一看，曹尚书上联写的是“小孩扬灰灰尽落”。 谢晋哼了一声：“这位曹尚书老爷分明是把我看成一个小顽童，就会抓土嚷烟儿，飞灰落了一地。我成心捣乱，不知好歹。行，我呀，给这老尚书回一句：笔呢？我给您带来了。把笔往上一递，谢晋接过笔来，在粉牌上写了一句话。” 大人有气，气难生。曹宝，这是下联儿，拿去给你家主人过目。行，您赏给我。曹宝也是诚心斗气儿。曹宝接过来了，回来了，到了上房，往上一递。曹宝认识字儿啊，大人有气，气难生。曹宝心说，老爷非发脾气不可，直哆嗦。没想到曹尚书接过下联，这么一看，嗯。 对的不错，大人有气气难生，我确实有一肚子气，我正憋着呢。看起来我非得出去接接这孩子不可了。来、哎、呀，伺候老爷更衣，家人伺候老爷换上大红的官服，走月迎客。曹宝立刻传话，这月班门吹吹三通，打三通。 曹尚书带着曹宝迎出来了，仪门大开，曹宝腾腾腾跑出去了。谢晋，我家老爷接您来了，快上前见礼。小谢晋大大方方迈步往前走，布衣谢晋，岂敢劳动老大人降阶而迎，惭愧惭愧，晚生这厢有礼了。说到这儿呢，他双腿一屈就要下跪，曹尚书呢？ 做官做的时间长了，他就用了官场上一个习惯动作，毛下腰来，屈下一条腿，用手一搀，请起，请起。没想到谢金站起来了，大人免礼。曹尚书这个气呀、啊，这到底谁给谁行礼呀、啊？嘿，我这么大岁数上了这孩子的当了，没办法，还得往里请啊。 当然得客气一番，用手一指：“学生请，大人请，学生请，大人请。”要按照戏台上演的这规矩啊，谢晋就应该说：“你我挽手而行，得给这老爷子一个台阶下呀。”没想到谢晋偏不说，把老尚书给干到这儿了。尚书老爷醒过味儿来了。 心说：“谢晋，我可是你爷爷辈儿的，当然是我得先走。所以曹尚书迈步进了仪门，老夫先行一步。好，大人头前带路。”曹尚书一想：“我成听差的了，我怎么又上这孩子的当了？不行，我得把吃的亏找回来。因为曹尚书的府大爷是五层院子。” 这一老一小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聊天曹尚书是主人，得先说话。谢公子，不知令尊令慈作何生礼？谢晋心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这是明知故问呢、啊。咱们住对门你还不知道我爹妈是卖豆腐的。你这是瞧不起我呀，嫌我们这门微贱，有意思寒碜我。” 小鞋匠眉毛一挑，眼睛一睁。老尚说，我父亲肩担日月街前走，母亲推转乾坤屋内墨。他这意思呢，告诉曹尚书：我父亲起早贪黑在街上卖豆腐，母亲呢是水里求财在家里做豆腐。他给换个说法这么一说，这老夫妻俩可就成了神仙了。 曹尚书一听有意思啊，小相公，老夫生平有一癖好，就爱对对子。公子想必也精于此道，不知愿意不愿意跟老夫连句？谢晋一听，谢晋心说正合适啊，对对连句可是我谢晋的拿手好戏呀、啊。小谢晋跟曹尚书如何对句吟诗？ 下回再说。